给大家送一波彩色的爆米花。哎，点到咱们，放咱们这个影院，影院通话的爆米花，天呀！好，开火，好尴尬呀，刚刚那一下子。哎，开始搅拌，我放了一些彩色的糖，给大家做一波彩色的爆米花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你们猜能不能成功？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人用彩色，就是那个彩虹糖，然后做一锅爆米，做了一锅彩色的爆米花。然后我今天就试试用这个，这叫什么糖 ？M 豆豆糖 ，M 它是应该叫 M 豆豆糖，做一锅彩色的爆米花。这是迷你版的，所以叫 M 豆豆。哎，不停的搅拌啊，一定要搅拌均匀啊，搅拌均匀，这样的话做出来的爆米花才是圆形的，要不然你长时间放在一个地方不动，它就会变黑的，一会儿玉米就变黑的，所以就要不停的搅拌，嘴不停，咱们手也不要停啊，听到我说也不要停下你的锅中的铲，跟着我一起来做，家里有各种糖的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下爆米花啊。哇塞，真的太香了，哎，里面原来是巧克力，看到吗，里面是巧克力，哇好香啊，加速速度，哇塞，爆了！哎，赶紧盖上锅盖，手急眼快，盖上锅盖，换锅，轻轻的晃晃就可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哇，好香啊！而且爆的老圆了，这一锅我感觉老成功了。这锅可能有点小，要顶盖了，看到吗？来关火，把盖儿要顶出去了，老成功了，看到吗？球形的，咱们这个爆米花全是球形的，老好了。有认识这个的吗？我估计00后都不知道这是啥吧。00后，你们认识它吗？来3、2、1，开盖！哇塞，来吃我爆米花，看我电视，超赞的。